你知道缴保费也可以获得刷卡回馈吗？这部影片告诉你2024年缴保费该用哪三张信用卡。至于更多优惠的话，你可以看影片下方的说明。首先，第一张是台新玫瑰 Giving 卡，你只要在假日去缴它的保费的话，就可以享有 3%。那这种的话比较适合，你可以自行决定扣缴时间的保险，例如像是产险类的，就比较适合拿这张卡来缴，而且你每月的话可以消费到10万块钱，其实是算蛮够用的。第二张则是台企银永续生活卡，这张卡的话，你只要申办 HOKI 数位账户，然后呢持有台币跟外币的数位账户，就可以享有 2.5% 的刷卡回馈。那每月的话，最高可以刷到25000块。如果你的保费想要分期，然后又想要有回馈的话，那绝对是要选联邦幸福 M 卡啦。你只要先登录一次，然后再缴费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最多12期零利率，而且同时可以享有1.2% 的现金回馈，最高可以刷到83万3333，算是非常够用的。